大家看一下小哥哥的周末日常。这是我们的划船机，但是小哥哥现在的行为跟划船机一点关系都没有。看，他在干嘛？啊？他居然躺在地上睡着了。今天来 Costco， 在 Costco 看到这个消毒液，长得特别神奇。看，今天早晨特意早起来 Costco， 看，完全不缺货哦。我们呢，现在在看有没有那种消毒纸巾，然后我们家的可乐也没有了，过来买一下。OK， 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买到他那种切片的火锅肉，小哥哥喜欢的啤酒、可乐，然后开心果、牛肉啊、鸡蛋啊，什么快乐虾片，我们朋友推荐的牛奶面包，我们的早餐，两个大西瓜，差不多就这样子。朋友非法内测，莫名其妙在邮件里收到了非法内测的邀请码，下载来玩一玩。非法21哦。那你怎么收到邮件的呢？我就是一查邮件就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可能我过去每年都买非法，所以他今年想起来给我发一个。选一个难度，那我就是 professional。啊？难道你不是应该 easy 吗？啊 ，professional。选一下我喜欢的队，我要选皇家马德里，血液中流淌的皇家的血统。The next morning， 现在是8月19号的上午，看今天的太阳是橙色的，因为这附近好像有山火烧到我们家附近了吧，大概是。看那边的天，然后今天我看见阳光是这种颜色的，好可怕。Starting again in California. 加州旧金山烟尘遮天蔽日。Washington State to Southern California. 美国加州最近爆发山火。California sigue convertido en un 加州北部的纳帕郡。America, California など。улица Калифорний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Бикрикна. 미국캘리포니아주에서발생한대 Neben Kalifornien wüten die Brände auch in dem Bundesstaat. ที่ California ในสหรัฐกันบ้าง。เรื่องเดียวคนหาดบ้าง California. California के हजारों घर अंधेरे में आ गए हैं. 呼吸系统问题的风险。Entire communities.Were white. At least 19 people have died. 直升机试图扑灭大火，场面震撼。集判车가맥없이주저앉습니다。州长刘世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そして被害は今も拡大し続けています。Ravaged and scorched. So scary. Crazy. This is the worst year ever. It's a climate dam emergency. 当局指出，今年可能是最有挑战性的一年，因为现在距离野火季结束还有4个月。地图上画出的这个小房子就是我们家所在地，在旧金山湾区南湾。然后我们东边呢，红色就是现在正在烧山火的地方，黄色呢是现在已经疏散的范围。可见这个疏散范围离我们家呢还有一些距离，但是也不远了。今天发布的这个火灾预警。今天早上7点，然后呢，这边有个疏散，这些区域需要疏散，啊，这些区域是疏散警告，撤离警告，然后这边有我们的地方 Sierra Road， 他们有3个直升机，不知道轮不轮得到我们。现在是下午3点，天跟火星一样，超级可怕。看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就是这两天着火导致的。我现在出来买个外卖，买个海鲜外卖，很好吃的海鲜外卖。等会儿大家看一下，就是那家店，那家。取到了我们的订单，这一包全是海鲜，放出来以后就是这个样子。有虾，有蛤蜊、玉米、土豆，还有香肠。让我来打开。德国啤酒，还有快乐水，然后还有李尖尖，但是李尖尖还没有出现。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工程要做，给这个车呢装个前置摄像头，这样子的前置摄像头。我们呢打算把它装在这个附近，因为如果装在我们牌照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车库门可能会被这个挡住，关不下来。这个摄像头太大了，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先把它拧开，摄像头放在这边，这个板子放在后面。之所以要装前置摄像头，是因为我们上次越野的时候发现，经常看不清前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刚刚呢，我们是想把这个和它的架子，这个摄像头和这个架子分离开来，把这个螺丝拧掉，我们以为就可以马上把它拆下来，结果拧了半天都拧不下来，现在我们就得想其他的办法。这个呢是保险丝箱，然后我们就是想办法能引出来一根线，引出来一根正极和负极，连到这个摄像头的电源的正极和负极。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这里面研究出来我们要用哪个，要不这个 EFI 看一下 EFI 是干嘛。现在车子没打着，这边是有电的，这边是没电的，那现在就是我去找一下车，
看着车了以后这个会不会有电，如果有电的话就完美了。现在着了车了，刚才这个没电的这个电源呢大概就有电了，看12伏，完美的12伏。 OK， 那我们准备就用这个接线，就非常简单，就把这个东西插到这个里面，然后用钳子一挤就好了，正极连到这个保险箱盒子里了。然后现在把负极呢随便连到车架上的任何一个金属点，我把这个螺丝扭松了，然后这个是黑线，我把负极等会连在这儿放在这儿，然后我就把它扭紧，这个负极我也连好了，这边露出一点毛刺。现在我们把电插上了，显示屏的电插上了，然后这儿有个天线就可以跟这个摄像头连接。哎，好像可以了。为什么这么慢？哎，好像可以了，看好，那现在就把它装上就行了。我们做了一番尝试，试图把这个摄像头从它的架子上拆下来，但是呢还是不行。但是我们研究出来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架子掰弯，小哥哥把它掰弯了，现在应该可以把它装上去了。难道不是应该在中间那个啊、哦、这就是中间那个是吗？那它后面那两个小耳朵，我们用了两个这种的塑料的 Z 把它绑在了这儿，这个是在上，然后这个是在这条黑的，然后从前面看呢是毫无 PS。 OK， 我来落成仪式，3 2 1，噔噔噔噔。我们这边有一些之前装行车记录仪连着电线，现在就是要把新的那个小显示器的电源呢再跟之前的电线给它连在一起，这样车启动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启动那个显示屏。 OK， 搞定。这个它有个好处，就是它是吸铁石的，然后我们之前用来挂手机的一个吸铁的支架就可以用到，只要把它吸在上面就好，不想用的时候还可以拿走。是的，就是这样。 OK， 完成，给个大拇指。今天是一个无聊的周日，打算做一点甜品，小哥哥在远处一边抠鼻屎一边编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东西，牛奶、玉米淀粉、炼乳、一个锅子、厨房秤、菜谱。今天我要做炸鲜奶，先倒250克牛奶。 OK， 30克的玉米淀粉，倒一点炼乳，把它搅拌均匀，搅拌。现在差不多可以上锅煮的，我现在开了小火，就是一边搅拌一边煮。哎，忽然之间就变得很粘稠，搅的时候会有一些阻力，我觉得现在应该就好了。 OK， 关火吧，看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摇晃一下吧。好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就是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室，这就是我们的炸鲜奶的奶冻。这个里面是低筋面粉，来沾一下。蛋液、面包糠，别断别断，有点要断的迹象。接下来就是把它们放到油锅里面炸了。我忍不住多做了一些裹着面包糠的，因为裹着面包糠的看起来太好吃了。 OK， 这个油我也不知道它够不够热，试一下，放一根进去。哎，好像有点点热。第二条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好像在里面化。哎，它就有点粘了。这三个看起来实在太不靠谱了，我决定把它们捞出来，然后把其他的都裹上面包糠。这个有点意思了，脆脆的，金黄的，然后呢也是硬的，看来裹着面包糠呢是 OK 的。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都炸了就行了。现在呢我们炸了第一遍，接下来把油温升高再炸第二遍。搞定。2 days later， 今天是七夕，我们订了这家的外卖，海底捞。他送来了以后，居然还带了两瓶气，果然是服务永远是最好的。在吃饭之前呢，放在这边消一下的毒，我们的
紫外线消毒灯。看，这是我们的锅底，这是我们自己的锅底，这是我们在海底捞点的一些菜，滑牛肉，这个是毛肚，黄喉，炸豆皮，但是这个炸豆皮居然是这样子的，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就是那种像国内那种大片状的，然后我还点了一个这种凉粉，这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菜，像海鲜菇啊，炒粉，豆腐泡，两小坨肉，黑木耳，还有土豆，就变成了七夕节大餐。冰火两重天小料，给大家看一下最近风靡湾区，号称风靡湾区，然后我们也不能免俗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被湿毛巾包裹着的柱子，它这个里面有平菇的菌种吧，大概是这样，现在用湿毛巾裹着它，两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喷一点水，它慢慢慢慢就会长出平菇来了。 OK， 准备开始看电视。我喝蓝方园港式牛乳茶。 Early the next morning， 我们订了水，今天水送来了，看有没有很壮观，这些是新的，楼上还有一桶新的，我们订了七桶，然后本来我们应该要把这些空的桶拿出去，这样子他可以带走，但是我们忘了，所以现在我们家里面桶巨多。他在椰子，看我把这个椰子劈成了这样，特别完美。它的这个，这个肉超级硬啊，这样子把它划开。你居然能找到这样的一块地方，以前我们搞椰子不是很难。用脑子，现在用了脑子了就知道应该怎么搞。你就把人家的天灵盖打开了，噔噔噔，里面全是椰汁。然后呢，要做的事情是3、2、1，要完了，一些出来。OK， 好，就是这样。这些是椰子水，我们要做椰子冻。而且呢，由于我们自己吃，我就懒得把它放进椰子里，因为我还得费尽心机把那个椰子这个口给扩大。那我觉得。没必要搞这么麻烦。 OK，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椰子水，称一下这个椰子水大概多少，782，这个瓶子的话大概是360，那也就是420克的椰子水，调一下吉利丁，那我们就用12克，3%，试一下这一期。哎，已经10克，得得得得得，等会儿，得得得得得，好了，我觉得应该已经12克了。OK， 好的，再按一下会不会更多？不会不会，椰浆粉，用它来调一些椰浆出来。好，放20克。好了好了。OK， 差不多了。OK， 好，超过100毫升，150毫升吧。接下来呢，是用微波炉把我们的椰子水热一下。热完以后，我就用它来化开我们的吉利丁粉，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液体都混在一起。除了椰浆、椰子水、吉利丁以外，我们还要再加牛奶，再加一些糖。我们这一次用木糖醇来代替，倒进两个容器里面，然后在冰箱冷藏一夜就可以吃了。倒到了吉利丁里，倒一点点就行了，随便倒多少。化开吉利丁。OK， 现在呢，应该差不多了，稍微能看到有一些颗粒感，没关系，到时候再过滤一下就行。然后我就把它倒进这个容器里面。再加入牛奶，这种比例呢都是无所谓的。再加这个木糖醇。木糖醇。木糖醇是不是不太甜呀？OK， 先搅拌一下。我的做法一般是放进微波炉里面再叮一叮，溶解更多。过滤一下呢，它会比较细腻一些。OK。但是能过滤出来什么东西呢？然后有些小渣子。因为椰子本身会有一些小渣渣，哎，这就非常完美的样子了。OK， 但是我们的桌面有点脏，忽略忽略，你们看不见。OK， 就放进冰箱冷藏。啊，我们的冰箱要炸了。我会放一整夜就好了。假如说要急着吃的话呢，那就把它放在冷冻室里面冻个40-50分钟就好了。OK， 拿出来了，看一下。椰子的那哇，这么厚的一层油，你来尝一下啊！不行，太肥了，你来吃吧。哎，你尝一下，你肥。椰奶油啥感觉？好吃。上面一层油特别好吃。这次做的确实比较稀一点。对，不像上一次硬。
这个好吃。这时候是下午，5:50左右。看这时候的阳光竟然是这种颜色，我猜就是因为山火的关系。看一下那边，看一下太阳是这样子的，橘红色的，像咸鸭蛋黄。买了个新玩具，又是玩具。看小哥哥开箱他的筋膜枪。OK， 待会儿可以尝试的用一下，但不知道这都是什么玩意儿。主要是这个枪，它这里面有一堆这样的头，不同形状的头，有这种非常奇怪的弯钩，像一个拇指，有这种球状、叉状，还有一包我都不一一看了。这牛魔王头型，哦，这边都写着每个是干什么的。OK， 圆的是最普通的，先用圆拧上。这边打开，设置一下力度，然后就可以给自己按摩了。最好下面再把按摩脚的脸上来，这样按摩下面，按摩脚上面呢，比如说肩膀。工作完一天以后，右边的肩膀特别疼，舒服吗？应该会用一段时间，然后吃灰，大概率。可能应该一段时间以后就懒得用，不过买来解闷还是可以的，专门负责看电视的时候解闷。